说是。刚跟你说话没听见吗？对不起。Respect， 厉害。哎，我说，刚才怎么感觉身上热乎乎的？听说你们学校万圣节很热闹。对呀，都来玩啊。可是没有人邀请我啊。我没打算参加。那算了，我也不想去。哎，兄弟，你是真不懂行情。什么呀？我真没打算参加。你没救呢，莎莎。哎，我怎么了？哎，哎呦，这个好神奇啊！这个下面是不是有什么机关啊？哎 ，Bro。You are so amazing! Oh, bravo! Hey, hey, man, what are you doing? 快跑！在上面走。阿成，你在哪儿呢？怎么不见了你？啊？你先别紧张，我马上过来啊。那个，我们一会儿再来路口汇合，我去找阿成了。现在过来。躲？还躲？到底怎么了？干嘛干嘛，别打了，姐。一姐250，我没瞎。 OK。 哎，你怎么对我那么冷淡啊？谁让你撩别人裙子了？我已经给他赔礼道歉了，我还赔了他500块钱。他把我打成熊猫眼，太欺负人了吧。正好万圣节不用化妆了。不是，不，哎，你为什么要欺负我？不是，哎，张珊珊呢？哎，叫你呢，我去买点药，等我一下。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dial is still unknown.红衣女鬼啊！红衣女鬼啊！冇嚟啊！红衣女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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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鬼啊！红衣女鬼啊！等一下，你看见了吗？
有鬼啊！看见什么了？有女鬼啊！这个张叉叉到底去哪儿了？又不接电话，玩什么神秘啊？怎么长一半跟那个厨子很像？叉叉，你怎么了？我不小心扭的。怎么又伤了？之前脚还没好利索呢。啊，不进去啊。哇，关系不一般。我自己来吧，你去看小师弟。师傅，师傅，那个人为什么要打我？到后边去，问他。哎，你俩在用脑电波交流呢？谁跟我解释解释啊？得。行，那我来解释解释。李佳想问你，今晚为什么招呼都不打就走了？去哪儿了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电话也不接？好，不说李佳了，说说我吧。我这样了，你也不关心一下？漠不关心让人寒心。走。啊，咱白担心他了。你们先回去吧，回头再找你们。